如果要是正好没死，要不我们去试试游戏里面会不会死而复活的吧。然后我就跟他去试了，然后他一开始还很愿意去，到后面他就不敢了，然后我就让他闭上眼，我拉着他的手，然后我先走了一步，后面都不记得。我看着女儿在那躺着，自己下巴是有那么大一个口子，然后那两眼在那瞪着我喊他，反正就是说也没什么知觉，然后我抱起来他就跑了。那个到医院以后，然后人家给那个小女孩做那个 CT 的时候，刚抱上床，这边后面就来了。两兄妹在14米高的4楼楼顶跳落，大量失血，多处骨折，经历几次危殆之后，好彩咁度过了危险期。他们之后坦白翻，为什么会这样做？能不能飞，或者能不能复活？能不能飞是和平精英里面，然后迷你世界里面死了之后都会复活，然后创造模式里面无论怎么摔都不会死。亲身走过鬼门关之后先知道，记忆里都是骗人的，人不会死而复活，人都只有一条命，所以要好好珍惜。父母解释，俾仔女用手机是以为他们上紧网课，然后他们说在楼上学习，就自个拿着手机，或者是半傻。他们都在下面的，后面的那个家里面，都在那里面。这个是就是说，孩子两个孩子出事以后，然后那个借那个亲戚朋友的那个。他们就事件起诉了游戏公司，要求赔偿，但有律师就认为家长很难胜诉。目前来看，跳楼的监护人不在，跳楼的原因也是监护人和小孩单方面的一个陈述，除非有证据证明游戏公司存在过错，否则很难去主张